各位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午安，下午好。台北股市真的是周一、周二两样情哦。昨天的一个盘面让大家心惊胆跳，本来看到美国股市好像要反弹了，结果看到电子盘这样大跌，很多投资朋友都问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昨天在我们的一个盘后影音分享里面跟大家开了一个小玩笑，我说记不记得我们看过一个师傅？哦，那个师傅都会告诉你，假的，暂时的，我昨天还特别举说，有一个女生她回家，提前回家的时候看到了这个，打开门看到了，自己老公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在家里啊，我说这个时候你就很简单，门关起来，出去喝个下午茶，回来一看，哇，老公还是好好的在那边看报纸喝茶，是不是？假的，暂时的。那昨天的一个下跌，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很可爱哈。一看到盘在跌就，就哇，大家都说这个要打第二只脚啊，这个要怎么样大西坡回档啊？冯老师就简单讲，我说第一个假的，暂时的；第二个用空间换时间。那当然，指数这样的一个大涨大跌，当然市场上都有不同的言论，但冯老师只坚持给大家最正确的观念。所以我说，不管是不是冯老师的会员，先来冯老师的 Telegram， 先来看冯老师的一个直播，自然而然就会有收获，就不要在外面被人家下来下去的，对不对？那很多新进的投资朋友，还是再介绍一次哦，冯老师。台股擂台连续两季冠军，现在挑战三连霸，那我们到上周为止的一个结算是824万，报酬率是 64.82%。 好，那当然冯老师还是一样战战兢兢的做一个比赛。那这一周我们的比赛选股其实非常的保守，包括像国巨，昨天人家跌他不跌，今天开始往上走咯，合并基美七月营收会开始大暴增，你要留意这张股票，大资金的投资朋友千万持续留意冯老师的一个分析跟解盘。第二个，环球金昨天小幅整理，今天也往上冲，可能又要站回400块了哈。台积电昨天就跟大家讲，短线是一个利空，但对台积电它世界无敌的这一个晶圆代工的技术其实影响不大，少了一个华为。马上又有 AMD， 马上又有恩智浦，马上又有谁 ？NVIDIA 啊，想要加入台积电阵营的一个厂商还非常非常多，甚至于美国都直接邀请台积电到美国去。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哦，他邀请台积电是要去盖什么样的厂？一座12寸晶圆厂，答对一半 ，for 谁们用？for 军事用的晶片，不仅仅只是商业用途，而是军事用的晶片。大家理解，不只是商业，还有军事。先跟大家讲，那包括像日阳这两天整理，泰森，这是我们假日跟大家讲的太阳升起，让你猜一猜。冯老师所有的会员朋友已经全部布局完成。那看冯老师节目的朋友，我希望你也跟上来，我希望你也跟上来。因为他才刚刚准备要涨，那当然，同心链今天也强，基亚连续第二根涨停板，合一我们就不多说了。上礼拜很多人都在骂合一，我在常讲哦，涨的时候你没有，跌的时候你就出来讲，好出来骂他说，你看一天从涨停板到跌停，哇，你看200多块跌到这里会欲哭无泪。其实现在你会觉得上礼拜买到233的人，他基本上还是幸运的，强势股不套人，永远记得这一点。那我欢迎所有的投资朋友立刻加入冯老师的 Telegram， 每日早上的一个晨市那个晨间的分享，还有就是下午的影音，那不定时的会有一些产业经济的一个分享，我觉得这些对你的获利会大大有帮助。好，不要再听人云亦云的，要选就选最好的。经济日报二连霸，挑战三连霸的实力，值得大家持续来做检视，好不好？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重点新闻。今天的经济日报的一个重点叫“生技业打世界杯”，有三个关键。其实三个关键也不重要。我是不是第一个告诉你是合一要打世界杯？
他不是只是要去打什么亚洲杯、台湾杯，他要打的是世界杯。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未来要走的路，而我一直带着你们向他差靠近，是不是？上礼拜下跌，其实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都知道，我们就等着礼拜一要买。你敢跌，我就敢买。但是你也知道，天算不如人算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手中已经有了他的一个股票，但好股票永远不嫌多。那解盲成功，恭喜！手上还有一半，继续持有，继续持有。十年磨一剑，这是我告诉各位的。合一重磅新药解盲成功，来，十年甘苦，陆口明一笑带过。我先跟各位讲哦，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，他越低调，他呢就会像倒水一样，越有实力，他就会什么？越低调，饱满的稻穗都是低调的，都是往下沉的。但你看，其实人家已经做到已经是台湾生技新药市值的第一名了，但他只是一笑带过。过去怎么样不重要，现在好，未来好最重要。那大家也都其实很多投资朋友，甚至于我有些朋友都知道，凤老师其实早在2009年就已经加入到投顾，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发光发热？一样，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虔诚，对产业的一个 结构的一个了解，然后你不断的用实战去累积经验，累积经验，累积经验。那现在是不是峰老师要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？我相信，不管你是十年前看到我，还是十年后现在看到我，我都一直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什么特色？实在、诚恳。我就是希望带着你一起往前走。好，我希望未来各位的投资路上一直都有丰禄替你们保驾护航，好不好？十年磨一剑，产品上市要过三关，各国审查，全球布局，国际授权谈判，每一步都不容易。赚钱从来没有轻松的，但丰禄老师相信，你加入丰禄老师股市封神榜，不管是过去这几个月哪个月加入，你会发现原来赚钱怎么这么轻松。而且我不会让大家处于一种担心受怕的，或者是只是一面安慰你持有就好，不用怕我们的股票未来会涨，而是我们每一次布局完之后，因为我们的资金控管非常好，因为我们整体的一个战略布局非常好，所以会员永远都只看到自己的净值在什么样缓慢的往上走，突然急行军或者休息一下，咦，又急行军，资产会变大，而不是怎么样永远一买进去就套住，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走。好，我们在操作股票的时候，在布局的时候也会布局下去，有时候不动啊，它也会往回退啊，但峰老师不会说一往回退就说买买买，所有会员加仓，所有会员加码，不会，因为我们就会把每档股票控制在一定的层数，然后让大家怎么样取得一个布局上的平衡。我不会有这么多股票啊，大家只要记得冯老师的布局一定是让你的净值上升为主，我才不会怎么样告诉你说我就是什么一骑救主，对不对？就是赵子龙救什么救阿斗，我的股票里面就只有一档股票涨，不会，会接连有股票循序的往上走，好不好？赚钱没有轻松的，跟上风路就边不路啊，有没有？我们最近最常讲这个，有风路边不路。现在大咖都在讲，投资大咖在讲，你说啊，美股风险高，新冠疫苗研究不确定，美国十一月大选展望不明，路脆弱复苏，北京现在又什么群聚感染，哇，日本又大规模感染，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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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大家都在告诉你生计不要追。其实啊，冯老师只跟告诉各位，股票在涨，有它自己的一个循环逻辑，而不是你看报纸。我跟各位讲，看报纸很便宜，一份报纸15块，很多报纸还消失了。6月2号，《联合晚报》Sayonara say goodbye， 你再也没看到晚报了。成品上个月收摊了，所有的讯息都已经从什么纸本转换成数位内容。人是要进步的，虽然过去都非常的好，我也喜欢买到一本杂志看，一翻一直翻，一直翻，一直翻。
因为 我每天都要做这么多的研究，我每天要阅读这么多的个报告。老实讲，手机现在一拿起来，一翻开，全部都是外资报告、外资报告、外资报告、本土报告、本土报告。我要每天去看，哎，哪一些人在讲什么话，然后每一个阅读，哇，用手机看真的有点久，用电脑看呢，时效又不就好，又不是那么的适合。你一定要坐在那里。翁老师不是，我随时手机一拿起来就看，哦，新的报告出来，哦，原文报告，哦，这个是谁 ？J.P. Morgan， 他现在又谁？调降谁？我每天是这样做这个动作啊，所以老师现在都要吃什么叶黄素要补眼睛，知道吗？好，真的眼睛在20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状况，真的哦，要不是一直都有什么很好的运动习惯，好，常常看远方，对不对？站在山顶上看看的是风景。现在很多投资没有看股票，就像什么哦瞎子摸象，哇，怎么看也看不清。但冯武老师已经站在山顶上，所以我看的都是风景，我会看着大家一步一步的也跟我一起走上山顶，让你的投资就是怎么样一路的一个美好的风景。然后不是你每次一摊开你的投资组，哎呀，这个套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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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等解套，哇，终于等到解套了，好开心哦，绝对不是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嘛。合一5月29就告诉你夜的秘密哦，这个都可以去看5月29的一个哦电视的一个影音，对不对？当时我已经告诉你哇，包括566买、765买、125买，很多人都一直问说：“翁老师，你125买的，你还敢拿出来讲啊？”到了这一天，212.5，6月10号，5月29到6月10号有花很长的时间吗？也没有，我直接告诉你夜的秘密达成，是不是？哦。那这个绩效就不用算了，这个大家自己看，对不对？什么200多%、100多%、80几%、70%，跌了，跌了。我说夜完之后要怎么做？很多人就在打他，我不知道这是酸葡萄心理，还是有想做什么事情啦。好，我觉得很多时候哈，我们要虚心接受人家的批评。我们涨了十几根涨停板，让人家两根跌停板有什么关系？哦，有时候人家较大度的，你知无？哦，卖遐暗度啦，看人股票起哦，目赤红，对不？是不是？啊，看人，哎呀，这拢迄拢炒作啦，人的股票拢是炒作。啊，倒去去股票不是炒作，我讲一句实在话，哪一只股票不是炒作？是不是有人买它才会涨？那谁去买？人家为什么买？结果。礼拜一，所有人都在讲说合一的大股东是什么？富邦蔡家啊，买了35000张，买了6000多张，加起来买了40000多张。人家为什么是什么？为什么是台湾的首富啊？蔡家是不是整个加出来就是台湾首富？为什么？眼光不同。你没有那种眼光，只有什么？只有狭隘的目光，他只会去批评，从来不会生产。我觉得像这一种的一个言论哦，其实我们就尽量避免了。我知道批评别人最简单，但你有没有知道，你指着别人的时候，有4只手指都怎么样，指着你自己啊，对不对？我希望啊，大家可以和平的来看待股票市场，非常的大，有很多赚钱的机会，但做错没有关系，跟上对的节奏嘛，合一绝对是对的节奏啊。很多人在问我夜完之后要怎么做，我说准备买进嘛。我这一天我直接敢告诉你，上涨是获利，下跌是机会。所有投顾老师，你什么时候看到会有一个人告诉你今天跌停板？每个人跌停板藏起来，躲起来，藏着掖着，不要讲了。最好当我没有这张股票，最好当我在最高点卖光。那冯老师实不实在？跌停板我告诉你，上涨会是获利嘛，那下跌就是机会。今天又涨停板了，你买得到吗？昨天我在 Facebook 上面有朋友在跟我论调，他说这股票啊这个赚了这个36，这个159亿啊，权利金就这样，而且还不见得会拿得到。哇，我跟他论调，我在看他，在跟着我在这边讲说，千万不要买它，不要追高什么的。我是他告诉我说，他从过去算他的那个。获利啊，历年获利，还有就是他未来的获利预估啊，我觉得这边太贵，千万不要追。
那我今天直接下一个标题哈，千万别买。我告诉他说，千万别买。好，这个不适合一般人操作，只有跟着股市封神榜的朋友，我才会告诉你们怎么操作。所以我们的家族朋友都知道，今天早上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圈存干嘛？排队干嘛？买进。我就说啊，赚钱是一个命，你有没有这个赚钱命？你如果自己没有，那你要不要跟着有这个命的人？好，赚多赚少，其实我觉得都好啊。有的朋友赚了之前卖光了，那回来说，哎，现在买不到怎么办？那论调有很多，但冯老师只说，我能够帮你的，我就尽量帮你。好，千万别买，还是千万也买不到一张。千万别买，还是千万也买不到一张。今天总共成交量有385张，那我恭喜买这385张的朋友啊！听说我们会员朋友有人去排队，还真买到了哈。我想帮你抢钱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还在那边酸，你还在听别人讲，你从来都不愿意相信。你看到这一路走来，风老师带给大家的合一。我说我要用合一让大家跟我合而为一，让市场合而为一。我就问你，我们是不是用合一统一了整个现在的一个生技界？所有人是不是为合一马首是瞻？赚四倍了，你有没有跟上？未来还要赚多久？我希望帮了你，但你能不能敞开心胸让丰禄来帮你？除了合一，还有没有其他可以买？我告诉你说，我们开始布局跟合一一样具备有倍数上涨的个股。但我这边啊，我必须要说啦，啊，很多人不相信，哎呀，这丰禄都在吹牛。好，说我们不要说它有倍数，我们说买了会涨停好不好？买了会大涨，会创新高好不好？刚刚也看到了，现在庄家都在说，哇，这个国际局势不好啊，哇，上礼拜是道琼跌了1800点，吓破胆。我们是上礼拜买的吧？昨天我还告诉你逆势上涨，昨天是不是大盘很惨，好惨啊！我告诉你说，雷射切割哦，更正一下，这礼拜一哈，这上礼拜五，我说雷射切割电浆设备，我说这个股票这里整理完，正准备要开始走出什么？这是要走出六亲不认的上涨姿态啊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在这里面开始往上走，我管你国际股市怎么走，上礼拜四。美股大跌1800点，它创了新高。礼拜五强势整理，昨天礼拜一大盘又在跌，个股也在跌。早上创了个转强之后震荡整理，我说强势整理再不上车，还真没机会上车喽。还有人在 Telegram 问我说可不可以买？为什么不能买？我都讲这么明白了。这里50块，我说我们38块开始在布局，要保护我们的会员朋友。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会员朋友，不同等级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些朋友资金比较大的，我们都会率先做布局啊。哦，你可以买比较多嘛。那你资金部位比较少的，我说过我一定帮你们控制安全的什么现金部位跟安全的什么股票。那么你们的一个股票既然已经买了，就让那些发酵就好。那资金部位比较大的，当然我们就先布局，所以从38块开始布局。那昨天还告诉你这个样子，你说哎呀，你昨天也没大涨，这能有多强？昨天46.75，我说你怎么能不支持这个台湾之光？我昨天花了多少时间说它，今天已经站上50块了哈，尾巴又拉起来，我告诉各位，这叫做准备起飞了。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买不到，这个你一定都买得到。好，你说合一一张100多块你买不起，40多块变成50多块，我们从3开头操作到4开头，让大家一起上车，我欢迎所有的朋友一起上车。到今天已经站上5字头了，我还要跟各位讲，这个站上5字头只是发动的什么？第一波而已，主升段还没来，是不是？我有没有昨天花这么多时间告诉你，台湾雷射切割设备的领导厂商，技术加价格加在地供应，
我说你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，价格又比国际大厂便宜，又在地，你是不是具备有在地供应的一个优势？晶圆级雷射切割，我跟你讲啦，你来前面讲晶圆级的雷射切割，你了解讲这技术一定有高呀，这一定赞的啦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告诉你，一直整合封装，全市场谁第一个告诉你爱普？一直整合封装 IC， 逻辑 Tech， 逻辑 IC 叠加什么 DRAM IC， 全市场只有我告诉你，很多人涨到最后不知道到底在涨什么，然后最后就告诉你，哇，他们这个客制化的 AI 晶片很厉害，当然是客制化的 AI 晶片，但重点是他是做了什么？他做了结合到了所谓的一个逻辑 IC 加上什么 DRAM IC， 这样懂吗？一直封装整合趋势是雷射设备的成长动能，你要用一直封装结合，你就需要用到雷射切割。过去的晶圆切割用什么？用钻石，对不对？钻石最坚硬，来切割东西是最好的，工业用的钻石，对不对？钻石不是亮晶晶而已，它真的有用，它拿来做切割用具，知道吗？钻石刀。那现阶段你要导入到一直封装，你当然就要用到雷射，才可以更为精准嘛。五月营收已经跳到2.23亿，报告各位，四月才1亿啊，五月就跳到2.23亿，这开始出货机台了嘛，创20个月新高，今年要转亏为盈，获利有机会挑战6年的新高。你所有看到的一个标股，是不是都是什么？先转亏为盈，那一段才赚最多。我问各位，3680的嘉登，去年赚多少钱？3块。今年第一季赚多少？1.5毛，现在股价230、240。爱普，我跟大家在讲的时候，去年是亏损，还打消呆账，打消它的库存，打消它的什么账上亏损。今年股价已经账上300，哦，它追着谁走？追着台积电走啊！但它今年第一季才赚不到5毛钱。那我跟各位讲。由亏转盈，这个叫什么？简单来讲啊，这个就是周楚啊，坏人一辈子做坏人，做一件好事之后改邪归正，你知道市场上给他的评价就是不一样。周楚除伤害，突然就可以变成什么？变什么？安尼嘛，第一棒，第一电诶嘛。过去做坏事，过去没做好的，现在做好了，那就是给他第一好。哦，那你懂不懂？这就是市场给他的不同的一个评价。由亏转盈，它的股价才飙最深。等到开始实现它的获利的时候，会怎么样？股价就在高档整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利多实现的时候，就是股价已经早就见高点，准备要出货了，不然不会实现。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过去书文上写的，买在低本益比，卖在什么高本益比？冯老师给你这样打个叉叉。实务上买股票要买在高本益比，卖在低本益比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去把宏达电它的获利的一个时间跟它的一个股价做对比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去把国巨冲到1300的时候，拿它的营收获利跟它的一个股价来去做对比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：他们股价创新高之后，才会见到它的获利。获利高峰见到的时候，已经离股价已经离它高点好远好远。当你还在想宏达电那一个年代，它去年赚了80块的时候，你看到今年股价800块，你觉得好便宜，买下去就会腰斩变500，哦，腰斩变先到500，再变400，再变200，最后不到100，然后不到50。记住峰老师教你的操作心法，真正的。成长股是要买在高本益比，卖在低本益比。好，那当然了，我们今天还有开始布局一档个股哈，5G 最后一里路的那道光啊，我就不能讲那么细了，因为很多投资朋友一看都知道，都猜到了，都猜到什么？但你猜到，你还知道我有没有真的买吗？我只能告诉你说，有一些我们买进去之后，我们短线会先撤退；有一些我们会认为它具备有大波段的一个实力，但你尽量不要用猜的。我很怕你一猜到就跟我讲说：“翁老师，我说猜到了，我们去买的时候
等我想清楚我去买的时候，你就说你们又卖掉了。我跟各位讲，现在这个行情变化很剧烈，但我能告诉你，峰谷老师永远都有袖里乾坤，我永远都有什么压箱宝图里面。今天布局的叫做大三角收敛的5G 最后里路的那道光，好不好？这档个股我们希望啊，明天它就会开始嘛，大三角收敛开始突破，走出一段喷出的一个走势。但是我先要跟各位讲，好，如果你想要猜，那你倒不要猜，直接加入峰谷老师的一个行列。峰谷老师股市封神榜、经济日报两季冠军，我要先讲连两季，去年第四季、今年第一季，现在的第三季的一个领先保持人，魔术师只剩六天，好、哦，这礼拜只剩下三四五，下礼拜因为有端午节，只剩下一二三，六天的情况之下，以今天的收盘，峰谷老师跟各位报告，我领先第二名的选手还有105万的一个距离，要接近也很难，要突破当然更难。峰谷老师三连霸之后，我先跟各位报告、哦、公司政策，那不是峰谷老师愿意这么做，但是峰谷老公司政策会将所谓的一个入会的标准稍微做提高哦。我希望各位可以趁着这个月的时间，好，不要到下礼拜已经抵定之后，你还在犹豫这犹豫那。其实我们的一个布局操作，你进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。欢迎你们透过 Facebook、Telegram 或者是直接打进电话来，跟我们的业务同仁做洽询，立刻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。强势股、最强的标股、引领市场的一个股票，都在股市封神榜。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祝大家操作顺利愉快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